大人下朝为夫了吗？我那一阵来许大人本帐，这三四位甚也当一晚。哦，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呐、哦！想不到竟是此人说。许大人是那本司徒安德的女眷做了铁证，要不王昭坤怕我要宽容宽容呢。哦，弟弟呀、啊，我们的冤人。好了啊，公子，从今天起你可以扬眉吐气了。哦，怎办？你可曾听说那碾子家眷将死无法咯？哎，那玩意什么好下场？不是全家解冒，就是从军发配嘛。死吗？公子，这大快人心之事，你反倒为碾子家眷但其忧来了。我小姐已到京都叫完了。大人贴心自负，惠王有令。惠王有旨令，念宋武志司徒安的我在于朝廷，当今皇上且为震怒，以这三司为圣施恩，鬼王之意，此事不予允许，你们千秋未必，请大人教外自不。那又如此之理？鬼王上可斩去西山兵日安登。小心小心，走，斩打西山兵日。
今日国人皆他欢喜，普天同庆。今日老夫特别嘉奖，与大家畅怀同饮啊！请，请，请。王上今日已降下圣旨，准你不得去南京查抄严复，拘捕你严思万、曹文王，及其余党下官证明。参知年当，演得阶级一功，来来来，老夫敬你一杯。不管不管，演得王上今日闻起镇驾之后，老夫趁机为你做了举荐，一些人以为知会千日，说不定王上过两天还要亲自召见你的。谢大人。公子，大人，小人有一事相问，不知言者胆将无妨。那爷们好怒清醒，你给言称不胆，只是那些辅国之臣不知是非，要受牵连。这个嘛，大明朝连州之法总来如此啊。公子，你这是怎么了啊？在碧云寺也不是办法。是啊，官人不知是不会找到这里来的。哎，小姐，不是你在此休息，让飘香去寻找姑爷。
老大竟真，你是否找得到姑爷？小姐放心，我总有办法的。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正法，前番听公子在梦中惊叫娘子，莫非你已娶亲不成？我既已娶亲，又有何人？如今大仇已报，正好将新嫂子接来团聚，我嘛，还可再讨一杯喜酒喝呢。你知道我娶的是何人哟？我怎么会知道啊？是不像我，念思凡之女念兰正，他，哎呀，念兰正他就是我的妻子呀！啊，你怎么为丑人之女成亲呢？我，哎，呸！这杯喜酒我可不喝。正方兄弟，此事一言难尽呐、啊！我本不配一呀一生，辗转雨落到黄昏，也没情逼我做玉林，念想不如奈永婚姻，直到你们。
正对我是真情，我记得财政罗生腾，他不顾无助放火营，杀无难真相救我，真勇早已命不成，杀无难真相救我，真我念诵我在真，杀无难真相救我，今日只能报仇恨。是此女子是啊少见，看成的得你眼两滴一生。这是我不讲情义，只因老爷远征如山，这锦城之女终究水火难容啊。那难真虽出身也门，恰是白莲出污泥而不浊，哎呀，真可以及辅助之因加在于难真身上。哎，我是怕公子为情所我一夜障目竟魂若不分了。不，我对难真有恩深爱，非是一两件事情是错。这门亲事是这老爷夫人在世也绝不会答应的。可弟弟母亲的冤罪恰恰是那懒政把我所包啊。这公子门外有个小姑去接。哎，不接不接，慢，叫他进来。是。小香，小姐呢？小姐她，小姐她病倒在西山碧云寺中。啊，那你们又是死无进京的呢？姑爷，小姐放你倒在，可是却哭了。咽气。从南京大草年夫未来说我怎样啊，说哎哎，是这是从标本论上早年的水镇武术府中收藏且仅设置广珠包谷外就真正拉了四十八头啊。哦啊，更为可笑的玩弄他府中设置接龙宝一件王冠一顶，浪子一心遭人所见，这可惜他这个王帝呀、啊、做不成喽。另外总圣训念儿中的信正用到出去一位念师范女婿。哦，那念师之女言在何处啊？哦，正用出的二语，那念师范又要将他献于惠王为妃，而因东窗事发被惠王取之，焉自留西山碧云寺中。哦，怪不得郑用报了罪后还闷闷不乐，甚是惶惑，原来是为了此事啊。哎，正用于那念子之女是逢场作戏倒也罢了，说是哎，公子，哎，公子，你可要想清楚这事呀。娘子已在碧云寺秉着夜夜，我还有什么要顾虑的？哎，公子，你啊，哎哎，许大人，小人有些思想去。哦，
我知道你这件事三两句是说不清的，你还是坐下说吧。谢大人。这件事恐怕只有许大人才有办法啊！下官先告辞了。哎，
你的勾心是谁勾心，该受伤也要受之受，眼神啊，你杀破气那眼难睁，真假英明梦不够，大丈夫应有凌云志。万万不可为了一个女子辜负忘恩把前人走，大人这样做岂不是自然正于死地吗？燕子，我是为你好啊。那懒政生命大逆，岂可与碾子父子相提并论？这王法也不可少不不分呀。燕子，这种事情我比你清楚，如果都能分清少吧，当年你父关于瞎眼真相以致十几家于世也不为何怨谁者，你何以为落得漂泊异乡呢？大人，我们懒政几次相见，他明知我且得面见投奔大人，那你们就有灭门之祸，他依然决然相守，难道这不能为他作证吗？说要奋战这些事，那先要问你是何为燕家命令，也是何肯为灭门而去。你面对罪人称呼称恩，不怕天下人笑骂吗？我能解得你的苦衷，而死人能解得吗？纵使你为聂兰镇美貌受祸，自无对于不顾，到那日十日三夜，恐怕你挑尽往我也洗不清哦。大人，我为之委屈，生来必不得行，那懒政说我也绝非是儿女私情。非儿女私情，那他为何不在家里之前就去拆碎他的父亲祖母呢？这燕子，你心里的苦楚老夫时时明白，你不要过问父辈对你的期望，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正日诸众着想，你要对得起父母的在天之灵呐。再说懒政也以先于惠王为妃，虽是惠王举难，将他自立于西山碧云寺，但他也为罪欲发娃，将他死后处置。你是顺势与懒政结洽，岂不愚胜王家之尊吗？大人，我与懒政有生死之约，将我死后对他委言呐、此事老夫实有主张，定是燕子不知无义失吧，也是懒政不知无故牵连。憔悴的多了，飘香你见过也吃少时候十分受了，他好着呢，听孟长说顾爷已被奉为指挥前世了。哦，哎，小姐，这里晚遇朵花，
经生去，怎么还会有荷花开放？哎呀，小姐，这水是问的呢。哦，原来是问题。荷花正衰告尽，且难以去梦复景，煞非问情甚旺，怕也会不掉礼貌。花自然人自花，天亦人亦，生死相关。四叔，有位贵人请你转堂相见。飘香，是姑爷来了，是他请我来了。官人，你就是聂南镇。大人，你是？老夫许杰。许大人，反复。请坐。不知大人作欢，与何见遇？老夫闻说你正邦正勇，独孤难关，圣命大义，可敬可嘉，得来宽望。谢大人，不知官人他言在何处？正勇公务在身，今日不能来接你了。公务在身嘛，自己人也无妨。兰真小姐，你可知你祖父已下狱中，你父亲已举步来京，论金求嫁也被杂草挤没了。大人，我父祖作恶累累，神圣供奉，才欲应得。你明白就好。郑家冤恩已泄，郑勇也已成为知会妾子，对此你有何想法？官人一家遭我父祖残害，家破人亡，流离颠沛，今日该是他扬眉吐气之时，我为之高兴。你就没有想想你自己吗？我自己。嗯。我一家正勇，生死永寿，皆从官人与你们富贵。你有否想过，你说跟了正勇，恰恰是害了正勇？大人，我不明白。世人只知正先之子正勇，却不知正勇即见当严美卿遗子严勇。世人只知年十万之女嫁与严勇，而不是正勇，实是因你之故破不起来。将言正用不清不罢，不仁不义之境地。一旦外人知道正用娶的是周家奸人之女，他将何以做人，与何以为官？这岂不要误了他的前程吗？大人，这就是你爱他反而害他的道理。大人，死生如此，但今日可怨，求大人为我
我实在为你破败呀，算大明朝连轴之法，岂因你一人而改？以你无助之才，迫你发落为奴，上座为亲，老夫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也今身子在此，你去宽来。你是兰政，佩服义勇，知府助念四万，念送私通外地，在当你走。故念及与巨贵格为臣万死，你去世在重庆发落，令之在西山避孕时重伤怪你，请死。兰政，你一向圣命大逆，应该为朕用着想啊。许大人，请放心，我爱朕用，待我就不爱朕用。我知道该怎么做。啊，老夫告辞了。哎，天哪，我何不应死于你们，我何不应嫁于朕用。Yeah.
管他忠心，管他恨啊，今日穷苦恨不尽，用你为我就不背身两计。
此一下，烦难万味，怪人你，你领去做女吧。娘子，无杀罪孽，天理难容。不能同归于尽，你万事听从师长生的话，保得谨慎要紧。哦，好娘子，你快不要死了。人家大任已报，我的心愿已了，这关嘛，我不做也罢。我要与娘子漂泊五步，隐姓埋名，死蛙死鱼，伤马毒蛇。哎，我们可以到母亲在北永去去。官人不免犹豫了，你可以吃官不足，懒政母女早死在此，怎敢违抗？早说早说，天跟我们的愿，管他呢，我们追了贼杀。哦，飘香似的得。娘子，贼云龙大人已答应代为追击。贼大人已答应代为追击。嗯，我已见许大人留了死心。唉，他还是追喽。啊，二是神国与子不能勉强，你我还是让他追吧。倘若他真以报国济世之心，谁复出尚且不迟啊。可身上已经下旨，上年兰镇在碧云寺下发为你呀。那年兰镇本来就是冒着文征之名治理兵事的，既已冒名，那再冒一次无妨啊。明日在碧云寺正好有一女子要剃度啊啊你啊啊可惜这两幅火花布都被我撕掉了。娘子，这又何难？飘香，快备纸墨来。Oh, yeah.